刘表果然有皇室之风啊，言而有信，重义厚道。我们以前真是错待他了。是啊，父亲，我也没有想到刘表竟然这么讲义气。刘表今日之恩，将来我们必当加倍回报。带回江东后，你立刻把我们以前缴获荆州的所有兵马全部送还给他。 再送他2000担粮食，500匹绸缎。以后逢年过节，婚嫁寿诞，我们都要以礼相和。 主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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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荆州兵袭击了我们。主公，不要慌乱，用力划桨，冲出航道。诺，主公，你坚持住啊！大家用力划桨，主公，冲出航道。主公，请。
战船入军肯定在水下设下了巨石，阻塞了航道，我们冲不出去了。借船登陆，跟刘彪拼了！跟刘彪拼了！主公啊，江东战船都已陷入绝境，他们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呐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啊！ Yeah!
收拾停当，该启程了。父亲的尸首现在还没有找回来，作为儿子，我如何向我母亲交代？我有何脸面回去见江东父老？事已至此。 我们只能先回江东了，待日后再找刘表算账。不找回我父亲的尸首，我誓死不回江东。公子，我有一策，不知可行否？荆州上将黄祖被你擒获，我们何不用他换回主公的尸首？不过，需有一人为使。 携皇族前去向刘表议和，如此才有可能成功。我去，公子，你现在已经是江东之主，绝不能再陷于险地。还是我去吧。我是父亲的长子，如果我不去，刘表怎么能相信我们议和的诚意？闪开！他们杀了你怎么办？他们已经害死了主公，正盼望着斩草除根。 以绝后患呐！哥，我去。
我也是父亲的儿子，我这个刘表一和，他们总该相信我们的诚意了吧？不行，这种事怎么能让你一个小孩子去？公子，末将觉得，全公子的话有道理。首先，他是主公之子，足见江东诚意。此外，只要大公子在，刘表断不敢加害二公子，因为。 他们既害怕公子你复仇，也担心激起天下诸侯的共怒，所以以全公子为食反而会安全。可全儿只有九岁啊！九岁怎么了？刘表那个老头见了我这个九岁的娃，难道不惊讶吗？难道不感动吗？难道还怕他杀了我不成？全公子真了不起，句句说在点子上。 我看呐，以全公子这样的才智，此行必能成功。嗯。带领所有的将士埋伏在荆州大营附近，接应孙权。遵命。 参谋，我们和江东之仇永世不可解了，各地的诸侯听说，也会谴责我刘表不仁不义啊。主公，事情已经做下，就不必后悔。再说了，乱世之中，强者为尊呢。江东恨我们怕什么？他们靖此大败，已经不是我们荆州的对手了。 禀主公，江东派来使者请和，并送回皇祖将军。什么？使者？是，让他们进来。诺。主公，末将回来了。江东的使者呢？ 孙坚之子孙权拜见刘伯伯，你就是使者？是。多大了？禀刘伯伯，孙权今年九岁。九岁就来为使，真是可笑。禀刘伯伯。 高祖皇帝九岁时射死过一头金阁猛虎，武帝也九岁时已经挽弓杀敌。我孙权无用，九岁时只能向刘伯伯请和，请伯伯赐还我弟弟的尸首。从今以后，江东永远不向荆州复仇。啊，这……主公，江东兴败，孙坚亡命，其子年幼，我们干脆斩草除根。 彻底灭掉孙氏家族，然后趁其不备，发兵直取江东，以成王侯大业。刘伯伯，我哥哥孙策已经继承父位，领长沙太守，现在他不在三经渡，早已返回江东，掌军御敌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孙权呐，我要问你，你父亲死在我的手里，你江东军为何不来杀我？ 报仇啊，反而要来求和。禀刘伯伯，爹爹临终前交代过我一句话。什么话？爹爹说刘伯伯有皇室之风，忠义厚道，是袁绍逼着他们伏击我们的。要复仇，应该找袁绍复仇。江东与袁绍势不两立，爹爹还说，为了江东的安危，我们应该与刘伯伯化干戈为玉帛。 两家修好，和睦相处。你父亲真是这么说的？是。
孩子，孩子，快起来！你父亲的尸骨我已经装殓，你可以带回江东。我还要在江边设祭，送别你父亲的英灵。谢刘伯伯。相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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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喜呀，大喜呀！嗯，相国的劲敌孙坚，在归乡的路上途经三津渡，中了荆州军的埋伏，被刘表杀死了。孙坚死了？死了？真的死了？当真死了？苍天有眼，去掉了咱家一块心腹大患呐！啊，在各路诸侯当中，孙坚是个英雄，只要他一死，中原的诸侯都是猪狗鸡鸭，我看他哪一个敢出来跟咱家作对？这回咱家可以睡一个太平觉了。啊，禀相国，在下有一言，压抑日久，如鲠在喉，已经是不吐不快。说，敬请相国尽九五之尊，即天子大位。等等等等等等，你是说？想让咱家做皇帝，是吧？那能成吗？啊？有何不成啊？自相国进京后，先是扫除宫闱奸党，称秦朝纲，扶立新君，继而又剿灭袁绍十八路贼军，君臣是无不额首称庆，百姓无不望天颂扬。正所谓，巍巍此功。功垂千古，锵锵英名，流芳万世。如果相国不及天子位，岂不有负臣民久乱而忘志之心吗？汉延绵四百年，气数已尽，早就应该改朝换代了。如今放眼天下，还有谁比相国你更配承天即位做皇帝呀？李兄弟的这份心，咱家是极为感动，只是各路诸侯如是听说咱家是做了皇帝，他们会不会记恨咱家？会不会起兵闹事？还有满朝百官会不会认咱们这个天子？嗯，相国。相国你多虑了，自古以来都是为帝者先坐上龙椅之后，再迫使那些不尊奉者为尊奉，不服气者为服气。如果相国想慎重从事的话，也可以分两步走。这第一，先尊奉为上父，进出用天子仪仗；第二，敕令以圣旨颁发。这样一来，也可以看看各路诸侯与朝中百官作何反应。之后，再更进一步，即皇帝大位。这上父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就如同当今天子的爹。哦。那李兄弟的意思是说，让咱家先做一下太上皇，然后再做皇上，是吧？啊，正是。好，好啊，这个名目好啊，啊，嗯，哎呀，李兄弟呀，看来你真是个好兄弟，啊，那就有劳你来传达一下咱。不，要传一下上父的旨意。你说，
咱家明日正午要宴请各位百官，并给他们加官进爵，请各位百官通通赴宴。臣遵旨。哦，还有，李儒停止。臣在。咱家即刻拜你为朝廷大司空，位居三公。臣谢恩。请，吕将军，请。吕将军，将军，你好，你好，真是好地方，你啊，是啊，你看，你看，这情况啊，真美，真美，真仙境啊，真能工巧匠之作。有气派，那边看一看，你看这是为国啊，细作，这真是不错得了啊！好好，哎，真是漂亮。看看董相国这片私宅，开了眼，大汉宫廷都要壮丽十倍。哎，董相他为了造这座梅坞，调集了30万民夫，耗尽了朝廷库银。他还把宫女和嫔妃都调到这里，供他淫乐。此外，他还在梅坞囤积了足够食用20年的粮谷，驻守有8万精兵。王大人呐、啊，这梅坞虽说是风花雪月之地，可以是天下第一重镇呐。是啊，看来董相国是要在这儿安享人生极乐呀。哎，他董贼不死。帝圣，大汉必亡啊！帝圣啊，请请请！各位爱卿，袁绍的18路贼军被咱家是通通打垮了，贼将孙坚也被咱西凉将士给斩杀了。各州的刺史太守们纷纷上表称贺，中原大地是一片平安。恭喜相国，恭喜上父！恭喜相国，恭喜上父！上父平叛护国，真是古今罕见，堪与日月同辉。臣张温敬送上父万寿无疆。哪里哪里呀、啊，寡人只是和各位爱卿同福同喜。寡人，上父为国见此殊勋。足见天意所归，大势所趋。臣请求上父承天意，顺民心，改元开国，即天子位。张爱卿，你觉得咱家做皇上合适吗？合适，合适啊！如果上父不肯做皇上，反而是上侮天意，下负民心，那就不合适了。臣请求上父为国为民着想，即大位，创新朝啊！哎呦，张爱卿，你对咱家可真是一片忠肝义胆呐、啊。那么这个事儿，各位爱卿是怎么看的？张爱卿劝咱家做皇帝，真可谓是一片忠肝义胆呐！啊，臣只是不必荣辱，直言尽忠而已啊。可不知道你这副忠肝义胆取出来
下酒如何呀？来人，在哪？拿下！诺，上父，臣无罪呀。上父，臣忠心耿耿啊！上父，上父，臣无罪呀。列位爱卿，不要惊慌。张温这厮表面上劝咱家做皇帝，可暗地里却勾结袁氏兄弟，想取咱首级。这不，刚刚袁氏有密信来，被咱少计截住。不知道在座的众爱卿当中，还有谁像张温那样，表面上忠顺，背地里却勾结叛逆，图谋取咱首级，有没有啊？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哼，要是有的话，咱家可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呀。上酒。按照咱凉州将士的规矩，对待那些叛逆者，要削其手，寝其皮，食其肉，饮其血。列位爱卿都是高雅之士，这食肉寝皮之事嘛，咱家就替列位免了。那么各位只要是请稍用此酒，便可表明心意。啊，请。啊，哈哈哈哈！哎呀，真是甜美无比，回味无穷啊！好，好酒啊！哎。你们，请啊！王司徒大人，这酒的味道如何呀？好，真好吗？真好。酸不酸？来呀，让司徒大人再饮三杯，一醉方休。请。主公回来了。主公，这是怎么了？小姐，貂蝉小姐。禽兽，我不是人，禽兽啊！义父小心！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呐！我与禽兽
我与禽兽绝不两立。义父，我生不能杀你，我死也要向你索命。义父是在诅咒董卓那个老贼吗？他不但是个禽兽，他把公卿大臣，把我也逼成禽兽了。貂蝉呐，我王允本是书香门第，三代为臣，忠义一世，清白平生。可是今天我却满嘴的血腥。身为臣子，受禽兽之辱，却不能反抗，是天子蒙尘，我却苟且偷生。我王宇连禽兽都不如，我生不如死。义父，你担当着兴国兴邦的大业，万万不可有轻生的念头啊！你看天子，他小小年纪受了那么多的苦难，荣辱不惊。如果你撇下他一走了之，你在九泉之下如何面对先帝呀？先帝呀，先帝呀，老臣向你请罪。老臣，主公，主公这是怎么了？无妨。主公，何事？吕布前来拜见。定是董卓派他前来拿我了。哼，扶我起来，更衣，我要堂堂正正的赴死。不，主公，吕布是来送礼的。送礼？啊，是给貂蝉小姐送生日礼物的。啊，那就大堂拜茶。遵命。貂蝉，今日是你的生日吗？是。今天是奴婢的生日。这事儿连我都忘了，他吕布怎么会知道？是你告诉他的。说，你们有何苟且之事？义父。吕将军，我家主公请将军稍候，他这就出来。貂蝉小姐在吗？在，在。来人呐，给将军拜茶。义父恕罪，奴婢与吕将军绝无苟且之事。那他为何如此待你？禀义父，您没在家的时候，吕将军已经来过好几次了。什么？
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？他为何而来？上次在迁都的路上，吕将军救了奴婢之后，就经常托孤而来，每次都带些米面、酒水和绫罗绸缎。啊，我说最近家里不缺吃穿呢，原来是他送的。哼，百官严严待毙，他吕布为何独独送我呢？哎，啊，我明白了，原来你。女儿，请收老父一半。哎呀，义父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万万使不得，请起，请起。女儿啊，你要不答应我一件事，老父就长跪不起。义父，我答应，我答应，什么事情我全都答应，粉身碎骨绝不推辞。求女儿，救救大汉，救救天下苍生吧。我一个弱女子，如何救得了大汉和天下苍生啊？女儿啊，你只要答应一个救，就成了。要不然老夫宁肯跪死，也绝不起身。哎呀，我答应，我答应。义父，快快请起。嗯，女儿啊，老夫想让你喜欢上吕布，成吗？成不成啊？啊，你说呀，成不成啊？奴婢，奴婢怕配不上吕将军。哎呀，我糊涂了，我老糊涂了。哎呀，好，好，真是天作之合呀。可是，这跟救大汉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个，哎，老夫日后会和你说的。哎，这会儿我得去会客呀。好好。风流。
雨。